来一对可爱的小螃蟹，再来一个奶香爆米花，营业同款哦。去电影院就不需要买爆米花了，自带。还有小螃蟹，开火，搅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锅小螃蟹爆米花。哇塞，好可爱的小螃蟹，搅拌均匀哦，手有均匀，这样做出来的爆米花然后又大又圆哦。哇，好可爱的小螃蟹，好，搅拌均匀啊，咱们把那个螃蟹给它放进去。呀，关上小火，来继续搅拌。哇，我开始膨胀了，看到吗？哇，好棒啊，又爆了，爆了，吓我一跳，赶紧盖上盖子，然后拿盖子去晃锅。收锅，让它再爆一会儿。这盖子有水，你看这盖子有水，听到声音了吗？哇塞，好成功啊！哇，好成功啊！先尝一口，哇，刚脆啊，嗯，真好吃。